活动都有它的功能，都有它的目标。希望我们的伙伴能够不断的超越自己，能够不断的突破，能够越来越专业，能够越来越企业化的去把这个行业做得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感恩的话。在这三年里面，我们看到我们整个团队很全面性的这一个冲刺，我们看到了整个不一样的一个画面。因为呢，我们的机制、我们的整个规格、我们的系统、我们的文化呢，开始成型了。所以经过了这半年，我很感恩。我们从原本的只有500万，就是我们是四位，到2017年有了1600万的业绩，成长了大概214%。请给我们一个热烈的掌声，好不好？李翔刚才有跟你们分享，在荧幕上有跟你们分享，整个 GI Group 去年是做了19.87 million 的成绩，19.87 million 的 AMP， 没有 GSR 的新生意，跟往年相比是增长了44.68%哦，跟公司的8%相比，它整个组织是起了44.68%的成长率，我们不应该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吗？
晚上非常的高兴能够被邀请参加李湘的这个颁奖礼，这个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可以说是对每一个所谓获奖者邀请者都感到非常骄傲的一个晚上。我想李湘也是做得很好，把每个人的所谓的功劳和他们的这个所谓的所努力的这些一切的东西都表达了出来。今天的我感觉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激动，因为我 拿下了许多奖项。我希望我明年还是可以保持在top of the top 上面，然后我也希望我可以拿下更多奖项。对，今年呢，我可以站上这一个舞台呢，走上晚上这一个舞台这么多次呢，觉得是感到很开心以及很感动。感动的是呢，我看到一些第一年拿到的伙伴们呢，他们父母对他们的期望，我深深在心里感到非常的感动。那我自己走上这个 champion 的舞台的时候呢，我心中也是充满的一些感动。我总觉得只要心中有感动，那我的目标就不远了。大家好，我是阿迪哦，今天我们来到我们的 AAN 的会场哦，我是今年的 Supremacy Super Elite 还有 Supremacy Breakthrough 的 Qualifier。 我想跟大家讲，我觉得今年我觉得在保险业里面，每个人都应该一步一步的往前去迈进。所以今天可能你只是一个 Super Elite， 或者是可能只是一个 Supremacy Elite 都好，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把目光放在更高更高的奖项。为什么？因为那意味着你带给更多更多家庭的保障， 你做得更好，你遇见更好的自己。我觉得大家都有必要去寻找更好的自己。我觉得我也在这里祝福每一位伙伴，你们在明年、在后年、在来临的每一天都可以遇见更好的你。谢谢。好，现在我身处在理想理财的颁奖典礼的现场，今天是非常多人的拿奖，你知道吗？当我看到非常多年轻人拿奖的时候，那感受是非常的兴奋。因为为什么？因为我发现居然越来越年轻化，好多年轻人都选择加入我们，然后还不要紧哦，他们在一年内都站在舞台拿奖，我非常的兴奋。除此之外呢，我要感谢理想理财，因为为什么？因为这创业环境真的太棒了。如果你在看着，我相信如果你的加入，一定你就是下一个寿险明星。生命中最感动的是莫过于看到我们的伙伴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表扬，能够陪同他们家人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个喜悦，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感动的。这也是我这么多年努力作为一个团队领导人，一直想推崇，一直想建设，帮团队找到这份感动。我想感动的力量可以促使一个人会更尽全力，会促使一个人都能够不断地超越自己。我希望这份感动能够永存在我们每一个伙伴的内心里面，让他们继续保存这个感动，在他的未来的这个事业的路途里面持续的不断的自我超越，不断的成就自己，不断的为这个行业增添更有价值，影响更多的人，成就更多的人，实现自己成为生命中有价值的人。 Finance,